那给我们讲到厕所、厨房呢，少再讲了一下。实际厨房在这个家庭呢，我给大家讲了，站在厨房做饭的时间不要面向北，这个是对家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，会导致夫妻呢，两个人在家里天天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愉快，久而久之家里风水也就坏了，就是不为吃不为穿的，就是呛呛啊，男的不让女的，女的不让男的，就会出现这种现象。再加上厨房呢，里面的灶头和水龙头不要相对，这两个可以平行，但是不能面对面，不然会导致家里的孩子顶撞父母，不听父母的话啊，他会出现这种现象。要是我们的厨房偏偏就有这样的禁忌的话，我们又有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把它给处理掉，最简单的方法我给大家讲过，什么方法呢？写四个字，水火既济。那你看水和火要直扑的话，是不是水就把火灭掉，火也能把水烧干，可是我们要是放个锅在那个地方呢，火把水就烧开了，还能帮助我们泡茶。所以写四个字，水火既济，或者呢就是什么呀，荷花礼仪图，找一副小的，哎，贴在厨房那个位置啊。还有第三个方法最简单了，供个灶王爷啊，哎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，供个灶神。在城市大家现在都不供灶神了，我们农村还有，每年腊月二十三还会送灶啊，正月初一供灶神，这个都是非常可以化解的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再加上厨房的火炉不可对大门，不然的话女主人身体不顺啊，不聚财头痛。厨房的火炉呢也不可以对冰箱，不然主家内身体不顺，六亲常吃药，就是你的所有亲戚都会吃药啊，这是我们呢哎要注意的事情啊。所以风水呢，咱们现在能看到的，你在网上能看到的，全部都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些，要不这儿摆放不对，那儿摆放不对，可是这些东西呢对人的影响太微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用一个方法才能化解，什么方法？天天微笑，就这一个方法，我告诉你，你所有这些禁忌都没了。为什么呀？一喜压百祸，就是你天天非常乐非常高兴，就把这个化解了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那第二个方法也是好好孝顺你的父母，以孝也能这个压百祸啊！我经常好好孝顺我的父母，那这个风水决定不影响啊。那第三个呢，以和压百祸，夫妻一和就行了嘛，我说和睦就完了。我这种能量场，因为人的这个能量场，你的正能量能开启它所有物品的正能量散发，负能量不产生任何作用啊。那第四个化解方法呢，祭祖，求祖宗保佑，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。所以我们大家完完全全不用担心啊。要不我对这一块呢就给大家少讲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呢大家都能找到，真正都能找到啊，不用我讲。我要给大家要提的还是你眼睛的风水、嘴巴的风水、耳朵的风水啊，你身体的风水，你存心的风水，就是我给大家讲的上等风水在自己身上。你如何能拥有上等风水啊？聚集上等风水的方法是什么？聚集上等风水的方法，孝亲祭祖是风水的源头啊。男人是风，女人是水，夫妻和谐就是上等风水啊。古人讲的天时地利人和，我把对天时地利人和的理解可能和别人理解的不一样。
天时是人的良心，地理是人的行为，人和就是人的言语嘛，就这么简单呀。就是你自己要是达到了有一个良心，不忘父母的恩，不忘国家的恩，不忘社会的恩，不忘所有人对你的恩，那你就对应是天性了啊。地理是什么行为呀？我们做事情合乎法，合乎德，合乎理，不违法乱纪，不违背伦理道德。啊，那我们作为一个人，你的所有的思想，你的言语，我们想想，哎，佛人家讲了49年经，人家一句废话都没有啊，讲的东西传几千年啊。哎，我们天天废话说那么多，人家同样是个人啊，没有三头六臂啊，是不是？再加上佛给我们讲什么呀？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像，你和他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人家就成佛了，成菩萨了，被哎众人所恭敬礼拜，我们就成了遗臭万年的人了？要不我说，人的这种能量可以传播千年万年。你看佛的能量传了2000多年了，可是秦桧的能量也传了2000多年了，一个是流芳百世的能量，一个是遗臭万年的能量啊。你不要认为这个人死了就没能量了，人死了以后也有能量的，他过去所留的著作，包括他所做的善所做的恶，都能影响到他的子子孙孙，他的家族。你看秦桧他有没有影响他的后代？影响了嘛。你看我们姓秦的人西湖都不去的啊。我还是把我们的秦姓几个由来查了查，一看我这个是周公的后人，我才去了趟西湖啊。我心里纠结了很多年，我说我去西湖我看见秦桧了，我跪他还是他跪我呀？是不是？你要是秦桧的后代，他是祖先嘛，那你看到那个时间多没面子呀，觉得心里不舒服，所以就不去了，不去岳王庙了。可是岳王庙在西湖边也算是个最著名的景点。来，我查完秦姓的由来以后，把我们这一支的这个族谱查完以后，哎，我才去了趟西湖。多少年没去过西湖？我们想一想，这个能量场也是非常可怕的啊。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能量场，哎，去做这里的事情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上乘风水学呢，哎，本来我一看这还这么厚呢，我一想都不用再讲了。为什么呀？心想事成的秘诀，包括这个你是自己的命运设计师里面，后面该讲的全讲了啊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，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白。风水学我讲的四大法宝很简单嘛，那第一就是孝亲祭祖。孝亲祭祖是风水的源头，叫固根固本。根是祖先呀，本是什么呀？你这个身体来自于父母啊，他是你的根，他是你的本，祖先是你的根。你要对去世的祖先祭祀至诚，对活着的父母，哎，尽孝十分。你这个命运风水的密码你就掌握了啊。男子女子一旦结婚以后，就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根本，哎，就是男人是风，女人是水，夫妻和谐，就是上等风水，这就家和万事兴了。这是你要表演的。那夫妻一倒家，导致两个家庭不幸福，三个家庭，为什么呀？岳父岳母家、婆婆公公家，还有你自己家的，要严重了，六亲都不顺了。我给大家讲过，人生要走12步大运的，